38岁的性感女神徐若瑄是不是恋爱了呢？这回大声说爱，还要赶进度生 baby 哦。那么原来呢，昨晚她出席活动的时候被媒体问到说，对象在哪里啊？结果没想到徐若瑄呢，真的还微笑的思考了一下，公布说我有喜欢的人了。那么甜蜜来分享恋爱 ING， 而徐若瑄也说对方很喜欢她哦。那么现在呢，正在要赶进度，顺利的话明年希望能够生孩子。不过她对于这一段刚萌芽的恋情也非常的保护，不肯透露到底是不是圈内人，只希望大家静静等候她的好消息。